光灯下，演员们尽情展现自我，流畅的肢体动作生动不怯场，传达剧情主题丝丝入扣。不止服装造型讲究，还结合舞蹈的方式来展现戏剧内容。熟练的英文台词让观众宛如来到百老汇，欣赏一场专业级的演出。其实一开始就是演戏也演蛮久了，然后刚好就是大学读静怡，然后知道说静怡的那个英剧一直都很有名，所以后来就决定说就是在大四的时候修毕业公演，因为这门课我期待了四年，除了让自己就是更能融入戏剧的这个功力以外，我觉得当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进步，就是在去揣摩各种情绪。为了展现学生的学习成果，静宜大学英文系每年都会举办毕业成果公演。今年指导老师为了要求学生演出《谁来晚餐》剧中要求的氛围，还特地将约会和做菜当成学生的作业，让学生在演出时能够更活灵活现。其实这个课是不是必修课，但它已经超过十年的历史，从我还是静宜的学生的时候，哇，所以我在学生之前就已经有毕业公演，所以加起来一定超过十几年。不过他每年都在改变，然后编制也在改变，不过他就是个传统，就像老师说的，这是传统，所以我觉得我就会希望一直都持续下去，在静宜大学里面就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然后让英文系越来越茁壮。只有简单的舞台道具，但学生将平时所学融入戏剧的演出，张力十足，让人参历其境。不但让观众欣赏到他们四年扎实的英文实力，也展现出他们对戏剧的热情。记者王世炫台中采访报道。